有真人秀天赋的，你看你只是在这个节目的前两集才收着了，今天这个整蛊盖让我发现了你的真人秀天赋。没有，我真的不是很会玩，但是我跟他熟了嘛，熟嘛就熟就可以搞我是吧？不是就好玩嘛。干嘛呀？你搞什么呀你？他受过极限挑战的训练。对对对，我其实你要知道那个搞起来就是还在给我吐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哥哥们都整我，哥哥们都整我。他太厉害了，那个太狠了。谁整你最多？他们不是那种，就是我知道你玩嘛。对，他就是可以把你玩的符合规则。对，他也符合规则，在不踩线的情况下面，让你玩的没法玩。我们有一次是那个盖章杀人，就是。怎么着？我身上有五发还是三发子弹，我遇到谁就射谁就行了。别人都没有子弹，或者只有一发，他们就把那一发子弹给谁了？给博哥了。博哥怎么把我干死的？你知道吗？在一个车场停车场，说大家都在那，一个摇臂的老师，他做那个摇臂，你知道吗？他从那边摇过来，我在这里找人。我说他们在这，不可能啊，我没看到这个摇臂老师。慢慢的摇到我身边，他只有一发子弹，我有三发子弹，不把我给干了。我的弹弓在哪儿？我的弹弓给我，我的弹弓在哪儿？真厉害！好了，不吃了，不行了，不能吃了。吃饱了。墩墩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，反应挺快呀，小子！丽丽，剪刀石头布，为什么呢？四五碗随便玩。他是在测试一些什么东西？剪刀石头布，你看你，知道了吧？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吧？你说你突然 Q 那边接不住，真的？对啊。比如谁？比如所有人。墩墩先来。哎，张艺兴啊！哎，张艺兴啊！剪刀石头布，他的反应也快啊，也还不错。剪刀石头布，哇、哦，可以！我不服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！剪刀石头布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我稍微打断一下，这个游戏的核心是什么？好玩？没有啊，问在了点子上。反应力，反应力，反应嘛，靠反应。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困惑吗？好认真啊！我们都玩得很开心耶，剪刀石头布。好认真啊，都。真的，剪刀石头布。哇哦！剪刀石头布。哎，你们是懂读心术吗？读心读什么术？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可以，我不服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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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跟你说，我更搞笑。我不服。我一直在准备。吃不下我。就怕丢你是吧？就怕他丢你。一直不扣我，我一直在认真。是不是某种时候无聊是一种有趣，是吧？就是有时候无聊是一种有趣。好了，我已经彻底出准备状态了。剪刀石头布，你看，没反转。哎呀，反围剿成功。好吧，服你，服你，服你。老樊怎么不说话？赢了师姐不开心吗？主要是不敢。我猜苏肯定是。
有准备的，因为这首歌是要有勇气才会拿来。对，说实话，你们来之前我还有点怵，真有点怵，就很赶，真的很赶。因为野子那个歌给我的震撼是挺大的。你怵吗？我真的怵的，真的有点怵的。所以你选我的时候，我有点有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你？我愣，你进来第一下选我，你不是逗了我一下吗？我在骑在那个车上，我愣了一下，我说干嘛呀？欢迎苏老师，大家好。Hello。哇哦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跟我走，快快快！是你是选盖老师的？哇、wow, ，我很喜欢 keyboard 哎。苏姐，你从进门到离开就没看过我一眼。我以为苏姐是跟他们三个都说完了之后，哎，剩下那个你跟我走吧。结果没有选你，然后就走了。不对不对，这就是你不对啊！看到姐姐也不打声招呼，对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对。云，你上一张专辑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。他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很多时间，然后都没有时间见面。想你和我们的以后。想你和我们的以后，对，非常非常好听。嗯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可是我们都要是以后分手了之类的，那不就很悲痛了？这首歌唱出来，对不对？想你跟我的以后，想着好像好唯美的爱情，但突然想着如果也没在了，哇。想你，可是我。哎，你做过最浪漫的事儿是吗？我都说了好多次了，他就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我感觉我的最浪漫的事儿就是我到现在我所有的收入，我的银行卡，我身上是没有一分钱的，都是在我媳妇那儿，我所有的工资都是直接到我媳妇的账卡里。厉害啊，就是我身上不会有一分钱。军哥呢？来想想，你做最浪漫的事是什么？做也没什么最浪漫的事，但是我现在没朋友了，这就是很浪漫的事儿。没有夜生活，没有朋友。我原来是多爱玩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慢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词，因为很漫长。这里边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东西。如果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，它不是浪漫的，就是很浪。浪漫就是它一定刺激。浪漫对，一定是一个漫长、漫长的、绵绵的这样的过程。时间才是能显示最浪漫的东西，因为如果没有时间的话，一切都不会浪漫。因为能浪漫，是因为时间长，你才感受到那个力量，所以这个东西是要你靠时间来验证的。哎，一星，你要不要坐我这个位置试试？哦，不了，刚刚还算了，压力太大那种。一星，如果让你主持这个节目，你怎么主持啊？啊，就是让你主持这个开饭了创作人，就一个人发一个伴奏就完了。来，你坐在我这儿，我们试一下。来，你坐在我这儿，我们试一下。